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在这个三角形 ABC 中呢，这个角比这个角比这个角哈是一比二比四，啊，他要你证明说哈 ，AB 分之一加上 AC 分之一等于 BC 分之一啊，他是怎么证哈？因为他角度比是一比二比四嘛，所以这角 A 我叫做西塔，那这个就是二西塔。那，这个就是四西塔。好，那我现在好给它做那个补助线，我就多一个西塔角，我张一个一样的西塔角，然后延伸，这个也是延伸，到达那个 D 点好了。那这个二西塔，这是二西塔，所以这是等于要。好，然后呢，现在好，这里是四西塔嘛。所以这里是三西塔，哦，三西塔加西塔是等于四西塔。那这里呢？这里是三西塔，所以这也是一个等腰，哦，当然画的不是很准确的，这是等腰，所以这两边也是一样。然后现在的话哈，我再什么哈，我再往这边哈延伸，使得这一段的话哈跟这一段一样。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也是一个等腰，那这是一个等腰嘛，这是二西塔的话，所以这是西塔，这也是西塔，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四西塔，这西塔，这一比二比四，所以这两个三角形刚好就相似，啊，就是说因为哈，三角形这个小的三角形哈，西塔、二西塔、四西塔。三角形 ABC 哈，相似于呢三角形多少呢？这个我叫一好了，西塔、二西塔、四西塔，哦，一 AD， 哦，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好，所以呢，它的那个对应边成比例啊，西塔这个角，它对应边是 BC 啊，小的三角形的西塔角的对应边，以上呢。大的三角形的西塔角对应边是这一边，但是这一边又等于这一边嘛，所以是比上 AC 啊。会等于多少？会等于那个小的三角形四西塔的对应边 AB 比上哈，大的三角形四西塔的对应边是 AB， 加上多少？加上这一段，这一段呢等于这一段嘛。这一段又等于这一段，这一段又等于这一段，所以是 AC。好，那我现在给它哈倒过来，倒过来的话哈就是 BC 分之 AC 啊，这个等于多少呢？等于那个 AB 二分之 AB 加上 AC 啊。那这个就是一加上 AB 分之 AC， 然后全部哈给它除以 AC， 好，这个除以 AC 的话就是 AC 分之一加上这个除以 AC 就是 AB 分之一，等于多少？这个除以 AC 就是 BC 分之一啊。好，那这样的话就得证了，好，这样就得证了。